본선? 너희 주체가 뭔지 한 줄 요약 좀 해봐. 라스리안 온디. 简单就一击把他们拿下了，这就是 EZ 的卡尔玛一击正确的打开方式，这是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一击就能把对面拿下。他们要跟我们打的话，就可以这样打。 单杀吗？单杀的话，主要2分40秒这个时间点挺敏感的，就我感觉来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好，给我死！ 抓下，给我死在下路。他 AD 被我换了，我的爆发伤害一套带走，渣渣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怎么说大威天龙？我操！我对我胜率都这么高吗？我这两边辅助的英雄胜率。 无所谓，我也是小带，我也是小带，问题不大，主打的就是手法。OK， 先忍一下，别急，这波先忍一下，小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嘞。 控线打呀，肯定这组合肯定要控线打的。哎，这辅助是个聪明的辅助，好爽。 这辅助玩的很好，我很少能遇到玩的很好的卡玛，卡玛这个英雄很吃手法的，玩的不好的话会很顶，就能遇到玩的比较好的卡玛，挺少见的。狂炫，哎，炫饭，跟吃自助餐一样的。 就狂炫渡城，我还在炫。这能给我加多少攻击？ 给我加了5点攻击力，那么远吗？那下 Q， 我感觉我就被他白一下就好了。他那下 A 我的话，我那下 Q 一定能打到他，我感觉这样换就还好。但我还被他 Q 到一下就亏了。 这是比较亏的事情，我们等于现在有点一条命打两条命，好果断呀，反正。 우리 성
높은 박물관으로 보내줘. 다 여전히 학살 중입니다. OK OK 美滋滋喜滋滋这嘿嘿我三杠一我就好舒服啊。内幕嘛，说到上上签嘛，我觉得你可能被二狗给二狗给 PUA 了。想个办法，这波忍一下，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辅助不带，你就真得忍一下，没办法的。那肯定得忍呀，不忍就 G。那总不能一个人跟两个人去打吧，对吧？忍呗，等辅助到呗，等辅助到，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残忍。如果我们角色互换啊，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这个线不能死，这个线太大了，完了，坏了，我感觉这个线记得，哇，这个线死的巨炸，有点玩不了，这个线死的，真有点玩不了，这波死了。哇，受不了，这线太大了，他死了我只能挂机啊，没办法，只能挂机啊，这正常，我还被吃两层皮。哇，我这波线我没吃到，我巨痛苦，好苦啊。半级经验，至少两个人分应该差不多半级的经验。可以吧，这个线。A 炫饭炫饭炫杜城喽。经验比较很丰富嘛。我有野爹，我自豪，打野强，我猖狂。好好好好，野爹啊啊，叫你一声野爹不过分啊。哎，卧槽，这峡谷先锋。没有钱去 CD 鞋也挺难受的，上单压力有点大，死了，哎，回，没用，花里胡哨还是得死，那我去中吧，你一口去上了，我去中。啊！我他妈吓死我了！他妈过来个卢仙，真给你给我吓的！哇，这把打野控龙控的很好。我操！我操！玩的好好自信啊！哇操！
别装了，我推荐你，我真，哇，你们好装啊！我确实玩卡玛，确实可以玩的装一点。这英雄真得装，这英雄那个装要有装的，那个怎么说呢？你要限度。这英雄选出来就是打对线优势的，可以小装。好，哎，我装了，不好意思，我装了。我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旁边不该这么打。然后那个进化没交的不好，进化交的有点傻逼。我想小压他，他 Q 空了嘛，我想小压他一下。完了，阿古尼汤也死了，这就很难办的。打不到了，打到了。이구역최고는나야아기무리에맞서싸운다고멈추지마시오흔들리지마라500块钱
흔들리지 마라. 군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평화가 함께할 수 집중하세요. 이거 날 막을 순 없어. 슈리마 기생충이 빼. 안 무서워. 13级 砍的等级好高。 집중하세요. 가엔나 키리디. 흔들리지 마라. 포탑을 파괴. 평화가 함께하시길. 집중하세요. 흔들리지 마라. 라스리안 오미지. 집중하세요. 三杠三。 装备有点差。 难玩呀， 现在。 装备要到后面才会好打。 装备要等装备起来打凯南才好，才会舒服一点。 前面他劣势太大了，中塔也包死，把那三个人太肥了，两个 AP 蜘蛛跟凯南，打团毁灭性的哟。 有点靠刀妹了，其实。真打到后期的话，是把刀妹这个点很重要。<笑> 加油吧，挺关键，这波基本上都是我吃的人头，加油！努力这把有说法吗？ 看破了吧。집중하세요.
这能炸 ？OK， 没炸到还好。我主要是，我现在其实也没有那么敢上去 Q 人。刚刚野区视野不好，被带了那边。哎呀，没事也不该去的傻逼。我知道锤石可能想 Q 我，没事也不该去。顶一个 Q 就死了，要我出这个吗？我有点不想做影魔刀了，反正他不一定碰到我，这样做。我操，这么帅！哎呦！我操，打这波感觉开的这么帅，结果也这么难打吗？这啥意思？这倒霉直接死了呀！我的技能空多了，没血清。我不该空这么多技能的，这波没打好，不好意思。这波技能空太多了，技能该打准一点的话，应该能守住，没打好。
然后这边这波也送，不该这样死，这把送了三死，是吧？中路送了一波，中路河道送了一波，然后这边这波又送了。